好，谢谢一旁。那大家好，我是卡西。那关键字是 JavaScript， 然后那个Project Hub 跟那个就是机器大师这样的。那现在报告一下，就是 Yefen 他在 JVE Hub 这个Project Hub 现在的进度。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九月的时候就说Drive 到部署到 YouTube 上了，然后十月的时候开始实做 Dashboard， 并且连接到 Board， 这边我们会看到。然后十一月的时候，大部分的心力都花在那个访问专案上面。那你自己本来有答应的事情，其实并没有完全完成。像是这边有看到，就是说，本来是想要访问你的那个专案，但最后只访问了两个半个。然后再来就是专案入坑还在制作中，然后再来就是 robot 的页面应该要跟那个 dashboard 设计成的。那接下来的进度是预计想要跟那个 GNUs 合作，把已经做完的那个专案访问结果。发布在后勤中心或是主营业务上，然后还有就是完成专案入坑页面还有搜寻功能。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这个是Yefen他的GovNeo Hub 跟那个 Logbot 整合页面。那在这个页面里面啊，我们只要点击 Logbot 左边的这个时间 tag， 在右边就会出现那个 log 跟它相对应的 tag。然后 tag 可以新增删除，然后 tag 现在都是那个 GNU 的 hub 的名称，GNU 的 project 的名称。那缺点是，就是说之前在其中小聚的时候有被那个就是奖助金团队就是认为说这个界面就是说现在是不好用的，因为我没办法直接看到 log 就在下面上 tag 这样。那这部分之后会再改进。然后再来就是试着实做了简单的搜寻功能。那譬如说，当我搜寻自己的 ID， 就可以看到，就是说之前的 log。那之后照理来说，在这边应该也是要可以直接新增 tag 的。然后接下来是那个专案访谈的部分，在专案访谈的部分，就是这个月访问了那两个半的那个project。那非常感谢，就是爱台语跟阿明萌点的团队成员，愿意一起帮我把就是团队 FAQ 写完。那根据其中前小聚得到的建议，团队 FAQ 以后应该可以当成入坑指南，然后放在那个团队的那个GitHub repo 里面，这样子就是说有一些比较有脉络的说明，也许可以帮助其他人更容易入坑。然后这一篇是阿妹萌点的访问，那也谢谢阿妹萌点的团队，就真的帮我填完了这些问题。那本来还要访问那个看电视法的团队，那不知道 YD 这边有没有在现场，我想说等一下也找他聊聊这样子。然后这个是现在那个专案入坑页的样子，那预计在专案状态这边应该会有视觉化元件告诉我们，如果这个专案跟哪些 log 或者其他第三方资料有关系。那下面的话则是整理过的那个专案入坑页。好了，我的报告大概到这样子，谢谢各位。